陈香你是我老婆。接棒老萧世纪婚礼歌手谢和弦与妻子陈香妮19号晚间在桃园席开20桌不办婚礼宴客。这边的那个婚顾就有问我们说，你们想要温馨的感人呢，还是说你们想要欢乐？我们马上就说我们要欢乐，对，我们不想要掉眼泪，不要哭哭啼啼的，对啊，不要不要，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对，应该要大家都开开心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办给女儿。自从女儿出生后，我的躁郁症就没有再发作过了。女儿是最好的特效药。感性的说，女儿是最好的特效药。妻子陈香妮也直言，原本婚礼想要省一点，没想到筹备起来还是要破百万。不过谢和弦也霸气表示，参加他们的婚礼不收礼金，因为不想欠人家人情。就连办婚礼也很有自己的风格。这些亲朋好友都是在很多人不看好我们的时候，然后支持我们。对对啊，所以要好好请他们吃饭。据了解，911萧淑慎夫妇等演艺圈朋友们都会到场献上祝福，大女儿谢音乐则担任花童，回顾两人相识至今走过风风雨雨，如今终于修成正果。民视新闻陈嘉允、周秉瑜 SNG 小组桃园报道。MOD 自由选，自选50，自选20，赶快加入民视新闻台。